嗱，呢度位置咧就係2355 Warden Avenue，Warden 或者唐人 Warden Avenue 啦，你中意鬼佬讀音 Warden Avenue 又得，冇所謂。咁呢度有間 Tim Houghton 啊，點解2363 Tim Houghton 咁緊要咧？呢間咧24小時喎，咁啊，尤其是方便我哋啲咁嘅經紀啦。有時夜晚傾 offer 可以走嚟呢度坐低，打開張 offer 傾下嘛。同埋呢間嘢有個優點喎，啊呢個牌解釋得好清楚啦，24小時。如果你係我讀者啦，知道我較早前係住Oshawa 啊嘛 ，Oshawa 我成日都係好早啊，晨咁早去飲咖啡啊嘛，咁我要開著個導航咧，揾啲24小時開放嘅，咁咧技術上係有啲困難嘅，因為唔係咁多間 Tim Houghton 啦，或者麥當勞係24小時開放嘅，咁反為 Scarborough 呢頭咧。就好多24小時開放嘅喎，咁呢類24小時開放嘅快餐店咧，有一個特色嘅喎，就係星期五啊，星期五咧6、7點以後咧，一路旺到12點嘅，你揾張凳坐下都難嘅。因為啲後生仔啊，譬如讀 UT 啊、約大啊，或者 Ryerson 啊 ，Ryerson 改咗名啦最近。咁嗰啲中學生、大學生咧，就好中意星期五晚吹水會嘅。哇！去到尾，佢一開吹水會嘅時候咧，你買一杯咖啡啊，想揾個位坐低度慢慢嘆啊，難啦，因為佢哋全部已經擺好曬佢啲陣地嘅。所以如果星期五晚要傾 offer 咧，我一定約翻公司傾嘅，絕對唔會揀咖啡鋪，因為你揀咖啡鋪咧一定賴嘢嘅。好啦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